入嚟就有一个圆弯位，转入去一个玻璃型嘅厨房，木色柜面再加混石台面，再黐埋个玻璃墙身，金色框条尽显高贵，配上名牌电器，呢、這个厨房值几钱我都唔知道。整个厅就好宽阔，望嘅海景又相当靓仔，海景、船景、桥景，万家灯火，哇！姐姐单好识做，帮我熄埋灯。睇到而家都系收工时间，个姐姐一定喺度谂，怕完美嘅黄山。转入走廊，呢度就有一个瑕疵，混石面好高贵，主人房预留咗衣柜位。向前望就有一个海景嚟嘅。减完辣两日，维港汇就走咗十间，究竟系咩魅力吸引人嚟呢个地方买呢度嘅楼？维港汇就拍过几次，都系睇啲大单位，两房就好少睇。似呢间491尺嘅两房，高层有海景，现时最平嘅入场价系1228万，真不愧为豪宅嘅价钱。你哋又觉得点？留言话我知啦，拜拜。Thank you.